组合很棒。有陈长宪、有许志豪，就应该还有我们的黄金搭档、我们的大姐头，掌声的欢迎美人姐！太干了！这里是我们的节目，是我们的节目。你们一来就想要鸠占鹊巢是怎么样？喧宾夺主哎！一上节目就感觉都是我们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可是全国唯一。全台语收视率第一名的歌唱比赛，掌声鼓励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这样重来好了，但是有点鸠占鹊巢。实际上呢，是昌宪跟阿 Q 来上我跟一晨。你看各位，你看看，主持人才会有衣服上面的搭配啊！这也是确定他的性向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前江后浪推前浪，怎么样？前浪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推而已啦，不会死在沙滩上，放心。啊，就是要看怎么谁死谁活啊，来看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是 PK， 对啊，因为你们也是搭档嘛，对，我们也是搭档，搭档最重要就是默契。对，好，进行第一个单元。好了，我们第一项比拼叫做默契联想大考验。现在这边已经分成两队了，对对，就是我们跟你们就这样，中间穿一层。前辈跟晚辈，不可能的。讲话好不中听哦，一直强调这边前辈晚辈。来来来，你多年轻？你几岁？我八一。八一是几岁？五二十六。那是哥哥几岁？哥哥几岁？我至少大他两岁，两轮。什么两轮？两岁啦，两岁。那他们数到三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出来的答案，如果我们俩同时讲是一样的，就算得一分。两趴比赛累积分数，赢的人会有奖品，对，输的人就会有惩罚。好 ，OK 吗？先卖个关子。奖品先不能讲啊，先不能讲，先卖关子。万一你们那奖品太烂，你们已经没动力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已经只想知道惩罚是什么。那惩罚，惩罚我们默契太烂了。对。出外景，我的脑海里面一直都有香蕉的脸。OK， 然后我们呢？我们至少先拿下一分。好，我们先拿下一分。就这一题了。好了，就这一题了。说到火锅料，你会想到什么食物？一、二、三。面板。
面板是什么？谁会去想到面板是前面这台？不是吧？面板呢？鱼板吧？鱼板啊！有没有效果呢？效果呢？你去坐那里，你去坐那里。没有，我是现学现卖。好啦，很抱歉，你们两个一人抽一次，一人一次，直接都看不下去了。先请他，哎，先拿起来，来，好来，好来。说到男主持人，你会想到谁？一、二、三，蔡康永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你们一定要算我们对。你看，这就是默契，这叫做默契。他的脑海里面只有我，我的脑海里面。但答案是终究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就是你们两个啊。你们应该讲阿 Q。既然来了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算对吗？这样默契算蛮好的。没有，我们先看我们两个人答对。好，如果有答对，我们就算对。我们现在已经是最接近答对的。但是对，你们最进步了，真的是最近。这是我们五年来默契最好的一次。好，那我们换我们。说到五月天的嗨歌，你会想到哪一首？一、二、三。上一人。什么便当？是谜语春娇。嗨歌。奶酥爱家。这个。嗨歌，你懂嗨歌？你懂嗨歌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丑一嘛，可以吧？我们三个一把刀。你刚听着，你还觉得我少一十九哎？只有你没丑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胜出啊！你题目抽的够吗？够吗？快没办法，好，来，现在赶快想，我们一定这一题就会对的。说到动物园，你会想到哪种动物？一、二、三，狮子。有没有打 pass？ 没有什么打 pass 啊。没有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想到？我跟你讲，我不用说，我一定知道蔡康永在想什么。对，他一定知道我在讲他的生肖。哇，你现在生肖？不是生肖。他们要回答之前，互看的人互看，而且我猜他们鼻子一定有洞。对他马上，他们这样，有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猜有，好过太明显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来，请看，一定这样。说到脸的五官，你会想到哪个部位？一，有没有？有，抓到了，玄机无限啊！他们刚才打一个人冲掉了，拍掉零比一还是零比一？不是你们前辈，你们前辈有必要这么计较吗？严苛，对，要稍微让一下。啊，对，一老师前辈在我这边。好，我们不管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最后一题 PK。好，出一个题，然后你们四个一起回答。啊，你们两个有中的话，就算那对一。好，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？没中呢？好，来哦。说到台湾小吃，你会想到什么小吃？一、二、三。行销台湾，对，魔术博雅，魔术博雅，再来一题。好，来。说到手摇饮料，你会想到哪一种？一、二、三，珍珠奶茶，五十兰啊。手摇哪一种？哪一家？你是哪一家？他要错了。没事，我帮你点一杯。你是说珍珠奶茶吗？星座跟生肖，我已经不跟他计较。对，现在饮料跟店名他也搞不清楚，哪一首跟哪一家，好尴尬呀！我还想说这一题一定，对我刚才想说一定赢的，而且我们一定讲那个最容易讲的，对啊，你看我有多不想赢掉。好了，我们认输了，算平手，好，跟我们这一局算平手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麦克风穿唱。
好的，下一场 PK 叫做麦克风传唱，规则是什么呢？对，待会规则呢，就是我们会拿到一支麦克风，轮流唱歌，我们一个人最多可以唱三句，最少唱一句，一定要唱一句。轮到谁手上的时候，音乐突然停止了，哎呦，那一队就算输了，这样 OK 吗？怎么样吗？ OK， 而且那个歌的停点是不一定的。哦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一成，你刚问我的问题，再问一次。我说你 OK 吗？是不是不开一个专业歌手？出道12年，发行了7张专辑，没有一首红的专业歌手。问说你 OK 吗？来，你同样的问题，你问长线哥，你看他有什么反应 ？OK， 我们有个新道具。哎呦，这个麦克风，新的麦克风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所以他现在是已经插电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插电。Hello， 哎，声音还行。OK OK， 可以吗？我们给专业歌手来试一下麦克风，看 OK 吗？不是鼻子呢，不是鼻子呢。为什么拿麦克风到这儿呢？回音很大，就不会唱歌的都会开回音很大。好，那我来啦，放心的，放心的。但我在他下面，他唱不准，我很难接。在你下面可以啊 ，OK。哦，是可以，我站着。接受。好了，可以，开始选歌啊！先选歌。那不然就来个 Gay Out 好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国歌啦，对啊，哇，你挑了一首我最不拿手的，最不拿手，怎么可能？来来来，哎呦，音是什么？声音是什么？听来，哎呦，哎，好，叫更惨来，叫更惨，叫更惨，快点。他两句了。我的陪你。好听耶！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三句，一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两句，哦，还好有，哎，对对对，问天问地，嘛袂晓，你的手，来接，拍起来。哎呦，还没停哦，还没啊。什么？我很久青春给你的。不能单调哟。面对笑脸，对你对干嘛？哎，那服务礼给我起起来。你真帅，输嘛已经跨透透。那你还会还没停？哎呦，有谁能比你看？哦。有没有更加拍子？激起他想要好好唱，对，所以他就激动了，对，算了，前辈，我佛书，我佛书，可是我，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？可不可以好好？你在唱，你有问过我们的感受？好，开始下一题，下一题，那你们选，好，真的，那个女生的歌，我觉得我们选的男歌，选的男生的快歌 ，OK， 快歌，三明三日，好不好？好，三明三日，可以吧？快歌你选三明三日，刚刚有人讲快歌，是吧？没关系。他是前辈 ，OK， 那就三比三。好，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这前面怎么唱？跟你说，那前辈唱。听他唱歌，专业。这样唱，唱完整。你可不可以直接唱完整？对啊，唱完整首。歌山渐渐接近，无困点的窗。这样算一句的，有 feel。我唱一句。好好听，我唱蛮好的啦。真着满满。对，感觉笨。休息。下一位。真的不 care 拍子。但是我的心内有我。哎呦，宪哥，真的有魔法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手里沙里沙里。哦，出关唔知，听关就好。哎呦。回到一摆，明知也无采工。哎呦，风吹差不多我心里。哎，想你想你想你。好像在听 CD 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已经接麦了，你接麦了。他是不是接麦了？对，对不对？算吧，不相信我们的老师在看 B C 啊，他总是接麦了。最后一句在他。
哦。那就直接来个嗨歌啦，来。嗨歌啊，可以哦。好不好？哦。那从创业歌开始吗？我先啊。好。来啊。耶！呜！双手接地，哇！错乱爱，情绪不甘平，耶！我将秘密，哦。哎。哎，有准哦。哎呦。呜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哎哎！把冰封，嘿，手暖爱，他这个，哎，我将秘密哟，喂，那天起我爱你，那你是安吉吉，来了来了，叮叮叮，哈哈哈哈哈，爱唱嘛，对不对？爱唱啊，爱唱，爱唱，哎，有那么有那么爱唱，你就连姻缘半唱都没有。你也唱啊？有那么爱唱吗？你们真的好坑我！怎样？很抱歉，很抱歉。就2-1的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2-1。还差一题了，就给你们扳平的机会。好来，好来，那就选一个姐姐好不好？姐姐哦，好好，有点难的哦。啊，嗨的嗨的。好嗨的哦。唱得好对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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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再不不不要再叫了，不是什么姐姐。还给你一切，那你跟我谢谢。哦哦哦，我说 I love you， 哦哦，要跟我 lose it。哎，别着急，姐姐，不要再叫了，叫什么姐姐？我只是也是没有不睡。你说 is I love you， 不在乎小几岁。爱是我点破你的世界，姐姐姐姐姐姐姐，这一句太长了，姐姐姐。没有，坦白说了，他们这两个小朋友，就是用心良苦。有没有？他的我们代课知道哦，就是尤其是放水了，让我们能够来这边哦吃一点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好料可以吃？有，赢的就是有吃好料。啊，有贴心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坦白讲，你们这个世代，我最看好你们。太棒了！真的，未来之星哦，可以打败你们了。输得起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上奖品，我们要进行奖品的部分。废话，又不是我。你介绍一下，你介绍一下。有香蕉、核桃、巧克力，然后跟香草冰淇淋，再做一个樱桃。还有麦片。这个麦片，还有这个是那个鲜奶油的松饼。大哥，好强的名字。而且是好跟好会介绍，你一直心里想香蕉。My favorite。对，香蕉。没错。可以跟他们请开动，请开动。最爱的元素都在里面。OK。你是说，你是说有奶油、樱桃，然后巧克力酱，然后还有核桃、麦片、香蕉、冰淇淋做。我们就开始吃了。对，来来，品尝。还可以喝咖啡。哦，好看，还有茶。还有东西要宣传。对，没错。你可以编我们。对，来编我。这个新的一个活动叫做台潮盛典。哎，你们的新的活动来跟大家介绍。可以介绍一下活动吗？等我们吃完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还有2个小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台潮盛典嘛，是啊，就是为什么会在这 KK 大明星跟大家来介绍这个 ？KK 大明星。啊，不是啊，另外一个。对对对。KK 大。啊，你们是什么？就是爱 K 哥。我刚才想说我要不要纠正，想说算了。台潮盛典，我告诉你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真的是创举。因为大家看过这么多盛大的演唱会，但是你有看过吗？这一场演唱会是全台语的演唱会。全台语。我告诉你哦，如果你到现在还在认为唱台语歌很台很怂，那你真的就是落伍。落伍了。这种人才是落伍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做越在地？越国际，哎，现在唱台语歌呢是多么骄傲的事情。哎，我们还请到了9-1先生，梅阿哲接过来，对，还有他的好朋友艾怡良，你有听过他唱台语歌吗？哎，没有，除了有台湾的这些金曲歌后，跟金曲天王，这次邀请到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一起来参与了，有包括张颖珊啊。王玉明啊，不止这样，我们还有来自海地海地的朋友，海地人唱台语歌，他是谁呢？注意了，他就是我们的碧若许。
所以呢，虽然是台语歌的演唱会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是融合了非常多的国际。International， yeah， 在什么时候？好不好？我们时间呢就在4月27、28，连续两天在哪里？对啊，台中圆满剧场，而且我们从下午4点一路让你听到9点。要多少钱？啊、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会有人那么多？一口价，好不好？一口价，不用钱。让你们吃的之余呢，我们就要慢慢做 ending， 待会你们要接受惩罚。好的，输了，输了。现在志豪跟昌宪已经逍遥法外了，对啊，已经回家了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接受处罚，所以我们的流程就是这样：走到路上，看到路人，拦下路人，问他喜不喜欢台语歌，对，喜欢之后呢，还要他唱两句。好难、喔，我就有点为难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想好我们锁定的客群了。啊，对，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哥哥姐姐。对，對偏大的。没错。好，我们先去试一下，走。我在找他，我在找他，要找那个，要找那个看台。那个，那个头上。我去那边。好，我们去公园里好。我们选择去公园，公园比较多哥哥姐姐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找哪个？好，好好好。大哥你好，大哥你好，我们在录一个节目，网路节目叫做九四爱 K 歌，然后我们要访问大哥，平常有没有在听台语歌？有有有，有九四爱 K 有呀，没改。哎，什么？没改。大哥是讲台语还是客家？客家话。哦，那你平常都听什么台语歌？听什么台语歌？我听一首歌。一首歌。什么歌？有歌啦。地球歌，那你喜欢听地球的哪一首歌？棒棒棒棒棒，棒棒棒棒，哪里硬棒棒？上面硬棒棒，下面硬棒棒。请问你们刚刚遇到什么状况？一个地球人啊，他第一首歌是一只硬棒棒，对，棒棒硬棒棒啊，棒棒棒棒硬棒棒，蛮有趣的，很可爱。我们再继续寻找下一位，总要失败嘛。好，走下一位。哪一个妈妈？啊。Hello， 你们好，可以当我们2分钟时间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待会你可以找女生，小女生，然后我去问男生。你就看男生，你就说可以当你1分钟时间吗？你说这样吗？可以当你几分钟时间，他就答应。不太好吧？可以。啊，这个西装男。好，我穿上。Hello， 你好，可以耽误你2分钟时间，我要做一个街访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请问你平常有在听台语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完全一首都没有吗？很少了，很少。你现在脑袋让你5秒钟想到一首台语歌，会想到什么？给哦，给哦，太棒了！有没有兴趣在我们镜头前面唱两句来听听？问中青春给何领导？问微笑脸都对你对干扰，好，差不多。哎哎，欧你唱，很深情哎。有啊。听妈妈唱。听妈妈唱。听完妈妈唱，我们还接下来还可以再听一个更多人唱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活动。台潮盛典。对，这个活动呢，它会在台中的圆满剧场举行。重点是因为有很多大咖的艺人，然后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。完全免费哟。911啊，茄子蛋啊，李谦啊，蔡昌宪、许志豪、艾怡良，这等等的大咖，有空可以我们4月27、28去台中圆满剧场看。你是台中人吗？爸爸是。哦，太好了，那就刚好带爸爸一起去，帮忙宣传，帮忙宣台潮盛典，好不好？推广一下。OK， 明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任务算是成功了，圆满的成功。既然这么圆满成功，就要去台中圆满剧场看这个台中的台潮盛典，好不好？4月27、28一定要去、哦，一定要去啊！拜拜，记得帮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，还有留言 ，OK 吗？大家拜拜，台潮盛典，拜拜，拜拜。九四爱 K 歌哦，对，九四爱 K 歌哦，不是 K 歌大明星哦，是九四爱 K 歌 ，K 歌大明星，这是超级红人榜，耶！不要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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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学长，对不起，没录到吧？没录到吧？没录到，没有停，没有停，还有伦理吗？不然赢他1分就翻桌，很凶耶！